叫许书长，我妈让我过来陪你一会儿。长子，进来。算了吧，我也不稀罕这地儿，怪瘆人的。嘿，殊荣竭尽努力支撑着徐门，支撑着君子堂。但执拗不化的兄长，同他父亲陆书白一样率性而为的儿子，一位书生意气，事到临头往往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谁能理解他的一片苦心？这一切让殊荣倍感心力憔悴。简都已经发了，我知道你跟书城的意思都不想太张扬，可是咱们两家都是香木镇的大户，帮家正经嫁女，婚事马虎不得。好，婚事就在徐家办，钱由我们帮家出，所收的礼金都归你们徐家，你看行吗？好。办的什么？爷，这是二小姐的私房东西，说是要送到徐家去。搬啥搬呀？还没嫁呢。可我们已经搬了好些个了。哎，厨子是从山西请的，响月班子就是咱们易水本土的。嫂子，婚礼的事儿怎么办都成，你定就是了。可是你们徐家娶媳妇儿。陪嫁的事怎么算呢？好算，我知道你就惦记你们家宅子的事儿。咱们今天先把婚事儿定了。最近我这伤还在疼呢，真是扯得我的脑袋仁都在疼。过几天我跟长青商量商量，咱们一件一件算。嫂子，你的伤真的没有大碍吗？掉了好大一块，好大一块皮。你说有没有事儿？对了，书城最近在做什么呢？啊，教书。你回去跟他对对婚事的细节，自己娶亲，别跟没事人似的。你这看半天了，看够没有啊？嗯，心疼了吧？太不容易了，
咱们兄嫂替妹子张罗婚事，她是妹妹，替哥哥张罗婚事，一大家子一大堆账，男人休了，还带了一个狼崽子。要不，你把她娶了吧？嗯。啊？我是说真的，本来她也是一个人，把她娶过来，两门亲事一块办，我做大，她做小，行吗？ 死了你的心意了，头疼，你讹我？我讹你？讹不讹的，你心里头知道。小儿，啊，剑略你抄完没有？ 还没呢，还不快抄！一会儿你妈回来又得挨打。舅啊，听说你把自己给卖了是吗？谁说的？跟方家小姐结婚图他们家嫁妆，跟卖了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都是谁跟你说的？镇上人说的。 也许吧，但是我的灵魂是不会出卖的。哎，你恨徐家吗？怎么会呢？我姓徐。我也姓徐，可我恨。你小小年纪瞎恨什么呀？徐家把我妈给害了。不许这么说。没说陪嫁的事儿。 妈陪您一起成，找一百遍静心。这段时间，别再惹事，让妈心乱。嗯，您这个让我说呀，您还呀？哎呦，大少爷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方家小姐的，您给个话吧，该归置到哪屋去啊？先生，我们家二小姐。 恨不得把他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搬来，还是我们方爷给拦住了。今天这只是一小部分，您看哥哪合适啊？没听说过，这人还没过门呢，先把东西搬过来呀！这拿回去不就更不体面了吗？陆爷，您说呢？我们大少爷啊是有学问的人，人没过门呢，我们绝对不能够借着这些东西。 好歹没几天就办事儿了，陆爷，您别为难我们下人了。这哎呀，哎，大少爷，姑，你把这个鸡大腿留给我吃，我今天就吃了一只。给姑姑吃啊，将来啊，家里好吃的都给你吃，以后我就不在这里吃了啊，这给姑姑。嗯，妈。 给姑姑吃。哦。嗯。老姑啊，你非把自己穿的跟染坊一样吗？喜庆。哎呦，疼死我了。好大一块皮，他能不疼吗？儿子，徐天把妈伤成这样了，你爸碍着面子不好意思说什么。
你替不替妈报仇啊？说什么话呢？这是我没出息。长庆，这就是你的种。报仇，妈，今天上学我就报仇。乖。美兰啊，你是饶了徐天啊，还是一心思想报仇啊？你说呢？你媳妇儿胳膊肘上掉了那么大一块皮，你不介意呀？我介意，那不是孩子吗？那是个大老爷们，我非给他剁吧剁吧喂狗不可。宝姑，徐淑荣今天过来提亲了。嫁妆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？简单，把徐家的宅子做陪嫁，把账取消。那也不能全消了呀。不是，哪有那么一大份的嫁妆啊？再说了，徐书成要是心甘情愿把咱宝姑娶了，那宅子也就宅子了。我这么大块胳膊肘上的皮，那不也得是嫁妆啊？徐书荣说的。都已经这样了，哪样了？要不然你去跟他商量去，在家等着你。我说什么呀？宝姑的陪嫁就是最后两进院子，君子堂、藏书楼，前面的五进，按账盘收了。你自己说吧，我说不出来。宝姑，咱不就是要嫁人吗？现在嫁人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，咱无非就是跟徐家人多磨磨，将来你过去才不会被人欺负。而且好些事情啊，不能全向着男方。嫂子跟你说的话一定没错。少吃点吧。我都什么都听你的了，长庆，咱们摸着良心讲，咱们家已经很可以了。我就不明白你们两兄妹怎么了，为什么事事都为徐家人想，就一点不为自己着想吗？徐天，你在干嘛？我妈让我抄《千律》一百遍，怎么着？你帮我抄啊？昨天我答应我妈了，我要向你报仇。报仇？听了，你可别后悔。徐天，显示你力度，力度。嫁妆啊，是徐宅的最后两进院子，君子堂和藏书楼还是徐家的。前边的五进院子，按账盘收了。美兰说她被徐天打废了，那块皮很合理。多身份啊，我不会应声。徐家一败再败，还好是败在了方家的手里。只要
是败在了外人的手里，我现在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。我们都好说，实际上这七进和两进还不是一回事儿吗？现在徐家人少，用不了这么大的院子，最后两进挨着君子堂和藏书楼，有藏书楼和君子堂在，徐家就在。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你已经很关照，可我这心里还是觉得很难受。我跟你说的这么清楚，我这心里啊也特别扭。兰嫂子比我强百倍，懂事理，会持家，识礼数，知进退。我什么都不会，从小学的诗书一无用处。别这么说，你像书成和书白。长进哥，为什么要放下他？那就这么说了，我走了。小翠，这几天一过晌午就去那边。不用去了，我自己去。昔日燕大义友，此人为旧派中坚，平生只推崇八部著作：文选、说文、左传、《史记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广韵》和《汉书》。此人放言，除此八部之外，皆为狗屁，更别提白话了。现在重读，觉得是有些道理。你是不是要住在这里了？也不是不行啊。反正人生也没什么乐趣，不如温故知新。让你去跟宝姑说，你说了吗？没有。陪嫁的事儿，不是应该你管吗？长清来说，只配最后两进院子。那也够用了呀。反正前面院子也是闲着，而且平时维持都需要咱们自己开销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婚事就算了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去跟宝姑说，她听你的。好好的说，要懂得分寸，既要嫁妆丰厚，还不能真毁了婚约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么一个会算计的人啊？连我都成你算计的一部分了，是吗？以后我就是这样了。只要徐门君子堂还完成，只要你还是个读书人，现在就去。书城不能不妥协，他
不忍心让妹妹一个人苦苦支撑着本该由自己支撑的徐门。他一步步走向月见宝姑的酒馆，离酒馆越来越近。舒城知道他离自己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远了。舒城，马上要成亲了，你还急着想见我啊？酒馆给包下来了，如果你以后想喝酒的话，可以去宝菊喝，再以后的话可以在家我帮你温酒喝。下，之前说好了，现在就剩最后两斤燃子了。哦，昨天我听嫂子说过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就是整个宅子不给我。我也无所谓。不行，舒城，我有好多私房钱，我们可以离开香木镇去京城，到京城啊买个大宅子，到时候你当教授也行，陪我听戏也可。我不去京城，我就在香木镇。哦，那我听你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陪嫁不按原来说好的，就不成亲了。啊！我跟我哥说去。谢谢。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们成亲那一天，我们要在徐门的祠堂里磕头。祠堂不准外人进。我怎么是外人呢？我嫁给你的就是徐家的人。这事让长青和舒荣去商量。又不是他们俩成亲，是两个封建家庭成亲。老爷，我来看看您。您说说看，舒白他是不是太狠心了？舒白，你真是太狠心了。你一走就是十年。老爷给你定下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不要，那家里还有你爹呢，还有你的儿子，
小天儿，见着我这个当爷爷的，是既不喊也不叫，活脱一个孽障，活脱一个你的样子。陆爷，哎呦，你这吓了我一跳，嘿嘿。是舒白老爷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我这不是翻看宗谱吗？上头有陆书白这仨字我认得，就在这儿啊捣鼓捣鼓，我不是想他了吗？陆爷，可是刚才我怎么听您说什么儿子爷爷的？哦，是说徐天小少爷的吧？哎，你小子耳朵倒真尖，你不能知道没听见吗？别外头说去啊。哥，说好的是为什么说变就变？刀美兰的话你听，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听？我要是听你的，这家早败了。那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不嫁了。哎，是你哭着喊着追徐书成，不是我逼你的。除非你把徐家的整个宅子给我陪嫁，否则我就不嫁。你气死我了！我就不嫁哪儿成啊？请柬都发了，宝姑要是不嫁书城了，那书城还不得伤心死啊？宝姑，是谁让你说要整个宅子陪嫁的？书城。哎呦，那咱们可得当真啊！是书荣让书城这么说的。是。那行。明天我就去徐宅跟徐淑荣说清楚。其实宅不宅子的倒是小事儿，关键是人家提了，宝姑就得当真不是。是。那人家要是不提了，咱们就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对吗？是啊。嫂子，还是你好。长青，你出来一下。你是猪脑子呀！让你去传个话，你都传出屁股了。不嫁不说更好。什么不好？你看宝姑那样，她要是再不嫁，徐叔叔这房子都能给你拆了。让他拆，你让他拆。他把自己拆死，那更闹心。我是不去。我去。你让我说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宝姑说了。白天回来。知道我说过了，但是现在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一颗棋子，特别低级，而且我这颗棋子对于整个全盘的输赢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所以我劝你不用在乎我的面子，而坚持赔率。我说的是赔率，不是陪嫁，你明白吗？我不会顾及你的面子。那就好。说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徐天是你和舒白的孩子，你不该瞒我这么久。瞒与不瞒没什么分别。当然有分别，有很大分别。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也不想让舒白知道。说明你心里边还爱着舒白，我能看到一颗充满爱的心是怎么样痛苦跳动着。哥，我不痛苦。不可能，我不是你。舒城凝视着妹妹，他明白舒荣说自己并不痛苦是心里话。舒荣有着能够化解人世间一切烦恼怨尤的胸怀，他不能不对妹妹由衷钦佩。那你为什么瞒着？
学上每天跟流水似的来来去去，谁是我真正能够传道授业的人？徐天，因为他身上有着徐门的血，他可能不是个念书的材料，我还不是成亲的材料。 徐门中人到最后都会身不由己，路数百出吧。也许他也是身不由己。你真这么想吗？如果有一天他回来。 徐天的事儿，以后我负责，你放心。哥，不许你跟他说父亲的事儿，只有我有这个权利。好。陆叔。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这干嘛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方家要赶过来布置吗？我看呢，是先什么能规置的就先规置规置。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，放下。谁爱布置，你就让谁布置。大少爷，咱们家呀可大不如前了。想当年，淑荣跟淑白大婚的时候，那多少人来呀？ 多大的场面，多热闹啊！现在，轮着您大婚了，哎，还得女方过来张罗。行了，你看我在乎吗？徐家大院就是气派，闲着不收拾，都透着股子贵气。以前我还真是没仔细瞅过。哎，刚才那进院子是做什么的？ 以前京城和地方来拜会的客人住的，用得了两进院子啊。前一进6平以下，这一进5平以下住的。嗯，真是可惜。哎，你跟舒城住哪个院子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好奇。其实我们家宅子也挺大的，可跟你们家比，那就是土财主。 跟舒城、徐天儿，我们就住在后面，藏书楼的前一进院子。来看，再看看，穿过花厅两侧就是下人住的，拐过去就是藏书楼，藏书楼的后面是君子堂。那前面那几进院子就没人住了吧？王和下人住，也没几个下人了。 从小在徐家长大的，跟自己家里人一样。那要是到了晚上，可真够冷清的。嫂子。
咱们前厅说话吧。母亲和舅舅的话，像巨大的磁石一般，牢牢吸引住了徐天的全部思绪。他想了解陆书白，想了解这个和母亲一起给予他生命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想知道关于这个人的一切。这是上好的红木吧？光绪爷赐的，本来是上书房的东西，父亲丁忧从太学监带回来的。那宫里的东西女人也能做？真是难为你们了，你先看，甭看了。陪嫁还是最后两进院子，最后两进院子加上藏书楼、君子堂，都比前面五进大呀。淑妹妹，我知道你心里面不舒服，自己家的院子被外人在这儿编排。可是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希望我们俩心里面都别有气儿，就事论事好吗？当初。说好过的。当初徐天去我家开枪的时候，我记得淑妹妹你也说过话，哪个算数？还是白纸黑字算数吗？再说我这伤的账不算了吗？不是嫂子我小气，就我这伤啊，要是在我娘家，怎么着得摆顿酒吧。喝好了也许就算了，要是喝不好，那可得搭条人命。你看我平时也不喝酒，所以我真的算了，我真的是算了。这是徐门四代的祖宅。哎呦，朝代都变了，你怎么还那么想不开呀？好，就算我把这十年的账全给你抹了，你们住的不还是最后两进院子吗？那前面院子那么大，你们拿什么养？就是再过十年，你们还是会到今天的地步。所以啊，我今天来真的是来跟你们想办法的。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这不就往一块说了吗？后两进院子你们照样住着过日子，私塾照样教着，前面五进荷花园改成客栈，就叫书香客栈，沾着你们徐门的四代书香气。你想啊，这方圆五百里做生意的人还不都来这儿捧场啊？先别抬屁股走人啊，你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。其实这宅子我收回去做什么根本用不着跟你打招呼，你说是不是啊妹妹？你继续说。书香客栈归方家所有，每个月进镇的银子三成分给你们家，你们在后两进院子里头过日子教私塾，这样都绰绰有余了，也好过现在这样坐吃山空吧。嫂子想的倒是周到。我就是个操心的命，什么事儿尽为别人想的，可是我又不能不为方家人想，你说对不对？淑荣，我知道好好的祖宅把它改成客栈，你心里面熬不过这股劲儿。可是妹妹，你说除了这法子还有什么好法子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真的？那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么定了，前院变客栈，所有的陈设摆放都不能动。不动不动，动了就不书香了。我来打理掌柜，老陆操持账面，每月的收入五成分我按时按月的交给你。五成分啊？淑荣，不是我不让你操持，是我不放心啊。我的家交给你操持我也不放心。不是我说，淑荣，你一个读书人，你要是会做买卖，徐家何成这样？以后我就是买卖人了。
如果生日做不成，再把宅子全拿走。买卖你来操持，账面你来管，五五分账。好，那就五五分账。可是客栈都是现钱流水，每个月的五五分账，五成，五成是多少？我上哪知道？徐闷的操守第一条，诚信守时。就算以后我变成买卖人了，也是徐家的买卖人。好，我信你，咱就这么定了。着了呀你！舅，你这腿脚挺灵活呀，哪条腿是新的，哪条腿是旧的？啊？新旧两条都瘸了。你蒙我。看尽烟花。